白色的车身瞬间变成紫色，接下来又变成了黄色，仿佛是调色盘一样，车身颜色不断变化，甚至连车轮也会变色。BMW 在美国最大国际消费系电子展带来全新概念电动汽车，车身采用可变色电子纸薄膜，坚固耐用，可变换多达32种颜色和不同图形。I've seen the car several times now.And it still leaves me speechless. 而加拿大的公司推出的这款婴儿车，只要车内没有婴儿，就能开启自动驾驶模式，不用推就能自己前进。在车上能够放置杂物，解放爸妈双手。它能在崎岖的道路上顺利行驶，还有轻晃哄睡功能，安抚孩子。售价约10万台币左右。Go left and play dead.法国公司发明的声控玩具狗，一声令下，玩具狗就会照办。美国新创研发的喂鸟机，每当有鸟儿驻留，主人就会收到通知，并及时拍下照片，能够辨识超过1000种鸟类品种，吸引不少爱鸟人士的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？跟阿比一样呢？浅眠的人呢？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。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